直都守在这里吗？你醒了，太好了，我没把你克死。你再用力一点，我伤口恐怕要裂开了。哦，对不起，你起来吧，我给你换个药。你可吓死我了，月老公公说你的伤得慢慢养，不过现在看好像也没有我想的那么严重。你还不相信我呀？咱们先把衣服脱了，我重新为你包扎一下。说脱就脱会不会有些不好？都脱到这儿了，就停会不会有些尴尬？干嘛？你别多想。你干什么？李月，你想没想过？想过什么？有没有想过修仙呀？你看你现在都能把大伤口变成小伤口了，还是挺有天赋的。不感兴趣。修仙可以长寿，多少帝王将相求之不得。长寿有什么好的？人活百载，生老病死本来就是规律。我硬是活他个千年万年，到时候亲朋好友统统都不在人间了，不就留下我孤零零一个人了吗？你不是还有我这个？你是不是看出师兄对我感情深厚，就把自己当靶子，遇险也不跑，留着给我师兄捅。想要引蛇出洞，总要有人做靶子，不然留你直面危险，岂不是我的失职？哦，你这是心疼我了。